依照教会的习惯，我们是没有安可取。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罗东教会长老教会提供我们这么好的环境，让大家也认识了原来在罗东夜市里面有这么样一个很庄严又美丽的教会。那我们也知道这一次父母口即将要回去日本，他可能有一段很长时间不会陪伴我们。谢谢你们各位。这一次我们虽然没有收门票，但是我们有准备了木款箱。如果你们觉得今天的歌曲让你们有一点点感动，或是你们希望未来还有可能跟通口继续合作，再听到很美好的声音，请你们用你们可贵的金钱来支持我们。